裴蒙告诉我说，他找到了你要找的人，你这趟来就是要跟那个人见面的是吧？哦，原来你知道这件事情啊。我不但知道，而且还认识那个叫志培的孩子。哦，他是我女儿珊珊的男朋友。什么？这就难怪了。难怪岳梦找到志培之后，整个人变了，变得沮丧、失意，甚至连事业都不愿意顾，急着离开台湾。不错，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头痛的问题。我也没想到，你的两个儿子会一前一后的爱上我的女儿。哎，事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早知道我就应该尽快赶来。我也以为你在知道雷蒙找到志培之后，马上就会赶来跟他碰面的。为什么拖到现在呢？我是想尽快赶来的，甚至雷蒙打电话告诉我志培就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能够长上两个翅膀，让他飞到台湾来跟他见面。可是后来志培不肯在电话里跟我说话，我就想到我毕竟扔下他们母子十多年了，他恨我不肯认我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我又变得恐惧畏缩，反而不敢来了。爸爸来了，你真的不肯和我去见他？志培，你们父子十几年没见了，你就真的那么忍心不和他见上一面？志培，难道你就不想叫他一声爸爸，亲耳听他喊你一句志培？你还记得我妈是怎么死的？她是因为我而死的，而我却一直到她去世都没有机会当面喊她一声妈妈。不管当年的情况谁对谁错，父母总是父母，我们没有权利做他们的审判者，更不能给他们定下一个永不原谅的罪名。志培，答应我去看看他，去叫他一声，不要让你的固执成了你一辈子的遗憾。志培，志培，你怎么了嘛？你要到哪儿去？我要去找工作。你生气啦？没有，我要留在台北，我的学费、生活费就得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请问两位找谁？我们找雷蒙先生。Miss 雷蒙正在开会，请两位坐一下好吗？各位，你们也许一直都在怀疑我在公司的法定职位，事实上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只是本公司在台湾的一名代理人，真正的老板这两天就会从美国到台湾来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到时候各位已经做好一切的筹备工作。爹地，安高顾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为什么不打电话通知我来接你呢？我知道你吗，有你顾伯伯陪我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安可，谢谢您帮我陪爹地，珊珊不在，您自己的工厂一定也很忙，我们不多耽误您的时间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能跟老朋友见面谈谈，那在我来说是比什么都要高兴的事。岳母兄，我看你们父子两个恐怕要谈的事情很多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改天我们再好好的聚聚。到目前为止，收购设立的几家公司都已经集结在改组筹备当中，一切工作都还进行得相当顺利。爹地，你交给我的资金也还有一部分盈余，我把它挪到两个方面来运用。第一，借给安科顾作为周转资金，安科顾表示他要卖场清偿，我代爹地和弟弟做主拒绝了。第二，我自作主张买下了这栋别墅，等爹地和弟弟父子相认以后，
就会有一个现成的家。这里虽然不比美国的家舒服宽敞，可是我相信有弟弟在，爹地一定会觉得更温暖更甜蜜。慢着，你说这里是我和志培父子相认以后的家，那你呢？你不住在家里啊？我想回美国去，如果爹地不介意的话，我想留在美国帮爹地处理那边的事。你是在逃避志培对不对？你认为我有了志培以后就不再需要你了？弟弟是爹地的亲生儿子。亲生儿子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让你替我找回志培就不再承认你是我儿子了？我当然不是。本来就不是，志培是我儿子，你也是我儿子，我不偏爱任何一个，也不放弃任何一个。你先坐下。瑞蒙，志培不认我这个爸爸，难道你也不认我这个爹了？爹地，你永远是我爹地，我不会忘了你所给我的一切。不，你错了，我什么都没有给，反倒是你，这十几年来你陪我对付多少寂寞的日子，给了我多少的欢笑。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儿子，但在心理上我早就把你看成比我亲生的儿子还要亲。我宁愿失掉志培，也不愿失掉你，你懂吗？莱博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真的爱顾不我的女儿，就不要顾虑，尽力的去争取，不要因为志培是我亲生的儿子你就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不，爹地，这件事你不明白，我和珊珊完全没有可能，不在于志培是谁的儿子，而是因为珊珊她不爱我，她爱的是志培，而且她和志培的感情早在我跟珊珊认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如果我现在还硬要插进去，那就是横刀夺爱。姑且不论夺爱的结果如何，在介入的过程中只会突然使我们三个人陷于痛苦，那又何必呢？爹地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没有出息的东西。目前我虽然觉得有点不是滋味，可是我很快就会熬过去的。越南逃难的惨痛我都能熬得过，在这世上还有什么苦我会熬不过的？孩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那就什么也别说，让我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好吗？怎么样，有希望吗？应征的人太多，而且都是大学生，甚至还有几个硕士，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根本就轮不到我。志培，别灰心，慢慢来，工作机会多的是，总会找到一个的。其实你也不用这么急着找工作，你还有我，还有你爸爸。别说了，我不成有那样陌生的爸爸，我也不要依靠任何人，也包括我。珊珊，我求求你不要让我变得依赖别人，没有骨气，永远长不了孬种，好不好？
你回去吧，你不是还有工作要做吗？不要把时间全部耗在我身上。不，我现在有的是时间，我已经辞掉成衣厂的工作了，可以全心全意陪着你了。你不该这么做的，你没有理由只是为了我就把这么好一个工作辞掉。你不怕顾伯伤心吗？我顾不了那么多，我只有这么做才能真正的和你重新开始。我们要恢复到我们以前的样子，你也别再去找什么工作了，你还是念你的书，我就去做咖啡厅的小妹。我们要像从前一样无忧无虑的在一起。志培，你说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一点都不好。珊珊，是你自己说的，我们现在都长大了，不能够什么都不考虑，做出荒唐冲动的事。是啊，我是这么说过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摆得好好的大小姐不去做，反而去做小妹？珊珊，我不准你这么做，你现在马上回去，回到顾伯工厂去。好，你不走我走，我现在马上回乡上去，我再也不要见到你。志培，志培，我们不要吵架了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我跟你跟得太紧，让你觉得是一种累赘，我可以走。可是你要答应我，绝对不要生气。我没有什么，我只希望你回到顾伯身边去，因为顾伯那份工作是你凭你自己努力争取而来的。如果你为了陪我而放弃，我的心里会觉得负担很大，我会因为你的牺牲我觉得亏欠你更多更大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够让你为我这么做。不，你错了，事实正好跟你说的相反。我是靠我妈的关系才能有那份高高在上的头衔，工厂里的同事也都是看在顾伯伯的面子对我礼让三分。实际上我并不真的具备了一个大小姐所应有的条件，所以我离开顾伯伯的工厂也不完全是因为你，我是想趁这个机会好好进修，努力充实自己，等将来真正的靠自己的实力去工作。我这么说你该了解了吧？如果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一定要我走，那我就听你的话，反正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好吗？那我走了，晚上我再打电话跟你联络。等一下，珊珊，我没有生气，我真的没有生气。欢迎光临，你好。请问有几位？我不是客人，我是来应征服务生的。我妈，大小姐，你回来了，董事长在找你，请你一回来马上打电话给他。喂，顾伯伯，是我。珊珊呢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家。顾伯伯找我有事吗？哎，志培的爸爸从美国回来了，他急于要见志培，你能不能安排一下让他们父子见面？这，我已经跟志培提过这件事了。可是他拒绝了，他坚持不肯承认陈伯伯，也不肯见他。这怎么办？珊珊，
多劝劝他嘛。我知道，不过以他目前的情绪，我要劝也劝不了。如果陈伯伯不急着走的话，我看不如等他的情绪稳定一点再说。白兰溪，白兰溪，你身体好了，为什么不回到学校去？是不是你哥哥不让你去？那他人呢？老师在问你话，你怎么不回答呢？你妈是呀，你妈好不呀？杨女士，你说不是？白兰溪，她是谁？是不是你母亲？老师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去请求你母亲，让她再同意你们回到学校念书啊。没有用的，她听不懂你说的话，她说的话你也听不懂。那你们家谁能做主？是你哥哥？八太勇呢？他到哪里去了？我不好，我的两个学生不告而别，你说我怎么好得起来？八太勇，你实在是太不应该了，你不应该瞒着老师住在那种地方，过那种生活，你更不应该不告诉老师就自己一个人偷偷的把弟弟带回家，中断了学业。现在什么都不必说了，你们两个马上跟我回去，老师已经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，以后你们就跟我一起吃饭，一起住，一起生活。所以记得大大呀，也都是。马太勇，你说什么？谢谢老师这么关心我们，我们家人根本不可能回报老师。傻瓜，老师啊，只希望你们好好读书，别的什么都不想。不行，我们还是不能接受。马太勇，做人啊，不要这么固执。老师已经说了，不要你们报答了。不。我们太笨了，不值得老师为我们花那么多心血和时间。老师，请你走吧。不是，嗨，陈太，老师，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们。不过，我们真的不是读书的料。我想你就是花再多的心血，我们也读不出你预期的成绩，那样不但对大家是一种浪费，还白白让你失望一场，何必呢？不，八太勇，你这样的想法就不对了。当初杨清泽刚入学的时候，他的成绩也很差啊，数学程度连小学五年级都不如，老师气得都不想教他了。可是后来他努力拼命用功，结果他的成绩突飞猛进，现在他的功课不是班上最好的吗？你们应该要向他学习啊，总有一天啊，你们也一定会跟他一样的。不，我们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们不是杨清泽，他比我们聪明。胡说，人的资质、天赋都是差不多的，成功不成功就看这个人有没有恒心，有没有毅力。你以为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倔强很勇敢是不是？其实你这是懦弱逃避的表现，在老师的眼中只有像杨清泽那样的孩子，不怕难，不怕失败，肯吃苦才是真正勇敢的武士。你这个打扮只是外表的，不是真正的武士啊。
文川呐、啊，你看苏老师有没有办法把那两兄弟弄回来、啊？要是没办法的话，我们这些功夫不是全都白费了吗？租这房子花了不少租金不说，我们忙了一下午才把这桌子椅子洗干净的。哎，还有这锅肉，给谁吃啊？你放心，会有人吃的，我相信苏老师一定会用爱心和耐心把他们接回来的。到了到了，这就是以后我们住的地方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八大勇，八大鸡，你们终于来了。老师，对不起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回来就好啊、哦，回来就好。老师已经替你们请了假，趁这个机会回家看看也好。苏老师啊，你真行，我今天啊才算服了你。阿西小姐，我都是向李主任学来的，对学生呐、啊，只要有爱心、有耐心，没有做不到的。哎呀，你别捧他了，他已经够伟大的了。哎，你们都饿了吧？我饭菜已经煮好了耶。多吃一点啊！哎，乖，来，谢谢你，阿金小姐。今天啊，一定把你忙坏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没有啦，小事一件。谢什么谢？如果你们喜欢吃我烧的饭呢、啊，以后我没事就过来给你们烧晚饭。不不不，那怎么敢当了？我下午啊，通常都没有课，晚饭我还可以对付得过去。再不然，也可以让他们两个帮一帮啊。以后啊，我们住在一起就是要分工合作，过团体生活了。是老师，老师，我会砍柴，我还会煮饭，哥哥会打猎，还会烤小鸟哦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啊都很能干。不过记着，现在啊要保护野生动物，也要注意生态环境。以后啊最好不要再砍柴打猎，吃的东西啊老师会下山去买回来，知道吗？是是，老师。八太勇。八大鸡，你们瞒着学校的老师，自己刻苦求学，我实在很生气。可是老师也以拥有你们这样刻苦好学的学生为荣。如果山上的人有你们这种苦读的精神，那么山地的进步和繁荣也就必然指日可待了。我希望你们兄弟两个的奋斗精神能够感动更多的家长，让他们的子女送到学校来念书。各位同学，请热烈鼓掌，欢迎八太勇、八纳基两兄弟回来上课。好，现在上课，请翻开课本第十二课。八太勇、八纳基，你们这几天所缺的课，等放学以后留下来，老师再慢慢帮你们补课。沙洲上如从中，沙洲上如从中。寒星点点的夜里，校长，你来了，你主任在上课，一对对交着进睡。不用不用，我已经看见他在教室里了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可是孤雁却得不到安宁。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学校刚接到通知。伊娃娜他已经获得华东地区少年钢琴大赛的代表权了，他可以到台北去参加全省比赛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谢谢校长特地跑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。哪里，陆老师你辛苦了，伊娃娜有今天这样的成绩都是你的功劳，以后还希望陆老师多费心督促伊娃娜再接再厉，为本校争光啊。是，我一定尽力。伊娃娜比赛的日子就快要到了，以后就让她全心全意的练习，其他的课程啊就暂时放宽容一点，也不必太那个。校长，请恕我直言，学生为学校争光荣固然是很重要，可是不可讳言的，学生上课的目的毕竟还是在求知求学问，我们不能因为伊娃娜要参加比赛就剥夺了她上课的权利，同时这种特殊的待遇也会成为他同学之间的特殊分子，
引起不必要的困扰，所以我不赞成这种做法，请校长原谅。好吧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我想我是有点求功心切，不过李主任，我只是为了学校的名誉，请你不要见怪啊。哪里哪里，我知道校长肩上的压力也很重，如果我们分校能够有学生出人头地，那么校长在向有关方面争取认同或者是敬畏的时候也就更有利。总之我们一切的所为就是要让分校更加受到肯定，三地的教育更落实。校长请放心，我一定要请陆老师转告伊娃了，加倍用心努力练习，为分校争取最高的荣誉。好好好，那一切就交给你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好渴，想喝茶。办公室里有茶，我去倒啊。你练琴练太久，这样不行，你会累倒的。不，我不累，我不累。休息一下，别把身体累垮了。到时候反而不能参加比赛。我们家鸡啊都杀光了，我用排骨啊加点人参炖的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哦，行行行，阿金，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有件事忘了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你明天下山买菜。顺便带两条延长线和一盏台灯回来，做什么用啊？教室里没有电灯，伊万娜她一直点着蜡烛练琴，这样子下去会把她的眼睛弄坏。我想借个延长线过去，替她弄盏灯。哎呀，你怎么早不说呢？这件事早就该办了。好好好，明天我给你买回来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摔了一跤。伊万娜怎么了？她身体不舒服，我让她回去休息一下。那我用车子送她回去。不用了，很近，我陪她回去就好了。再见。根据我的诊断，你患的极可能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网膜剥离症。一般来说，网膜剥离症它的进展是相当快的，有的人两三天就把眼睛瞎了三分之二。
阿晴，我的眼睛已经瞎了，我不想害你，我们的婚事取消吧。我就知道，你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你在找借口，对不对？好，取消就取消嘛，你还娶谁娶谁好了，我才不在乎呢。阿晴，你冷静点听我说，我的眼睛真的瞎了，我告诉你实话，是不想拖累你，不想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我希望你快乐幸福。你骗人，你骗人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文川，怎么你一个人坐在这里？陆老师和伊万娜呢？他们练完琴走了。走了，那你一个人还坐在那发什么呆呀？我没有啊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文川，你看你怎么搞的，一身的灰尘。我刚进去开灯，乌漆抹黑的，摔了一跤。你骗人！你看你的神色不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？没有了，我哪有什么心事瞒着你呢？你还说没有？你的嘴骗得了人，你的脸可骗不了我啊！哦，其实我是有点心事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嘛，哎，什么事？快说出来给我听听啊！刚刚你忘了，身体不舒服，司徒老师陪他回去的。我正在担心，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。原来是这个事，你放心，有陆老师在，伊万娜不会怎么样的。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。赶快睡，不许再想东想西了。可是老师，我那首参加比赛的曲子还没有练熟，我还要再练。伊万娜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要知道，我现在不仅是你的老师，而且也是你的母亲。我不仅要督促你的学业，你的情谊，要对你的健康负完全的责任。李老师也一再的交代，要我注意你各方面的发展。连校长要你放下功课，全力练琴，他都不肯答应。你怎么可以拿你的身体来苦熬硬拼呢？你这么做是在透支你的体力，做自我摧残，你懂吗？好了，快睡吧。如果你再不听老师的话，老师马上就停止你的练琴，知道吗？起立，敬礼。老师好。坐下。伊万娜怎么没有来上学？有谁知道原因？伊万娜住在陆老师家，问问陆老师就知道了。我觉得这孩子的精神状况很不稳定，他太紧张了，也太求好心切，以至于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好。我担心他再这样下去，不但会影响比赛的成绩，恐怕连身体都会累垮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需不需要送到下山给医生看看？这个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他的问题是在于他的心理上，而不是在生理上。我想打针吃药未必会有效，不如我们先暂时停止他的练琴，让他多休息休息，观察几天再说。
请柬。只要请柬乖。怎么？伊万娜的病还没有好啊？阿金姐，我可不可以把伊万娜这一份送去给她吃？当然可以了。喏，拿去。陆老师，这是伊万娜的营养午餐。你拿回去给阿金姐吧，伊万娜不舒服，我要回去做稀饭给她吃。伊万娜，伊万娜。伊万娜，你又不听话了。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没有办法管住自己，我没有把他练熟，我心里就会不安，我没有办法休息啊。你不要把得失看得那么重，为学校争荣誉，那也要看能力。只要你尽力了，即使没有得到名次，也不会有人怪你的。不，老师，你不明白，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学校。不是为了学校，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我爸爸。为了你爸爸？是的，同时也是为了老师。为了我？爸爸为了让我练琴，辛苦的连命都丢了。老师，你为了教我弹琴，日夜这么辛苦地照顾我、陪着我，如果我再不好好努力的话，那我不是太对不起你和爸爸了吗？伊万娜，所以老师，我一定要加紧练习，一定要得到很好的成绩。我不能休息，我不能。伊万娜。你还不回家吃饭，坐这里干嘛？怎么，眼睛又不舒服了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就跟我回家吃饭吧。走吧，走吧。阿金，我懒得动，你把伊万娜没吃的便当给我吧。你要吃营养午餐呐？啊。还好没发烧嘛，文川，你是不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没有，你不要乱猜，把饭盒给我，你也可以回去吃饭。好吧。哎，别太累啊，吃了饭休息一会儿，放了学别再留在学校，早点回家。知道了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订做的一副新眼镜怎么没拿回来啊？会不会是你眼睛的度数不对，头晕呢？我明天找个时间下山去。其实你戴不戴眼镜一样有黑点。网膜的施救手势，通常是动手术以细扣法，让网膜的一角牢牢的扣住，让它再粘贴回去，不再剥落。那就是说，我的眼睛必须开刀才能挽救得了。难道除了开刀动手术，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治疗我的眼睛？也可以这么说。手术有危险吗？这一点，我想任何一种外科的手术都有某种程度的危险性。任何一个医生在他动手术之前，绝对不会对他所动的手术有100%的把握。何况我早就说过，视网膜的贴补可以说是眼科手术当中最复杂的一种。那我有多少成功的机会？我们医院没有这项设备，所以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检查，所以无法估计。不过你的右眼患病比较严重，医生可能先开这一眼，同时会以所谓的
冰冻法去做补你左眼衰弱处，以预防将来你左眼网膜的也跟着剥离。我明白了。最后一点，我要请教大夫，开刀以后如果手术非常的成功，是不是表示从此我的眼睛就康复了？这个怎么，大夫，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？大夫，我是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处境，请你不必顾虑，尽你所知的告诉我好吗？我不瞒你，根据世界各地资料的统计，开刀之后再复发的可能不是没有，而且机会不小。哦，这么说，即使我现在接受手术开刀，我的眼睛还是免不了失明的命运。那也不一定，至少目前你暂时可以解除眼睛毛病所产生的危机。只要你以后保养得好，你第二次再复发，也许是几年以后的事，到那个时候也许医学会进步到可以彻底治疗的可能。可是这乃是一场输多赢少的战争，我仍然会成为一个瞎子的命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回去见到阿金，我怎么跟他说呢？你回来了，眼镜呢？我看看。哇，这么厚啊！哎，这回戴起来可看得清楚了吧？嗯，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饿了吧？快去洗把脸，吃饭了。啊。哦，对了，志培来信了。你不是换了新眼镜吗？怎么还要这样看戏呢？对对对，我忘了，我这样看习惯了。其实呢，我这两个地方看都一样的了。志培先生怎么说啊？等我看完戏以后再告诉你啊。老师，阿金姐，你们好吗？到台北来已经一个礼拜了，这其中发生了一些事，是我生命中从来不曾预料到的。为此，我感到震惊、迷惑，甚至于困扰的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心情写信给你们，报告我的一切，请你们原谅。我现在在一家餐厅工作，这份工作虽然枯燥繁重，却使我领略到了台北人的现实跟势力，也更让我体会到，在一个繁华进步的社会里，要想出人头地，知识是何等的重要。所以，我同时也一方面开始认真准备功课，打算等一年以后，我赚足了自己的学费，也有了充分的实力，再投身于联考，为自己开创出另外一番新的天地。至于老师，您所说的要寄钱给我做生活费的事，请千万不要这么做。既然我都有能力工作养活自己，老师您再这么宠我，让别人知道了，一定会说老师您偏心了。
所以老师，谢谢您的好意，您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。我会洁身自爱，以行动来报答您的恩惠。不多谢了，庆祝宋安，学生陈志培敬上。